你是王哥不？阿王，社会狼。我想买根枪。我也是混社会的，哥。我也是社会人，我想整点。有没有加特林呢？加特林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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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冒蓝火那个，哒哒哒哒哒。王哥，你咋没说我打错了呢？你他妈到底要干啥呀？王哥，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我试试吗？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你试啥呀？咋的？啊？我买枪。买啥枪？我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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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蓝火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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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他妈打啥的？没有加特林，没有那个玩意儿了。那我买个打火机。我操你妈！你他妈打！王哥，你别冲动，我买把短枪，打个鸡儿没问题的。短枪有没有问题？不行，你买枪就行。你一把多少钱？我买10把。你买那么多干啥呀？我买完了，你帮我想个办法，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最好还能冒蓝火。哒哒哒哒哒哒哒，你把那打火机拿，等我挨着黄渤了。哒哒哒哒哒哒，来，我告诉你地址，北方大西金手营，我在运输船上等你。王哥，你别冲动，王哥，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我最后一句话。喂，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给我，那我就失去了让你纠缠的权利。你也知道，我没有对你的故事，也只有你这一件老师。해가지리고달이뜨면해와따윈필요없어과감하게밀어붙여아무말못하게너요리하고조리하고달달볶고맛보는내저녁시간굶주린이때밤은또시작해오늘은뭘먹고싶어뭘갖고싶어